我们现在呢，马上第一回合了。第一回合，那你们就是两队，小豪、小宪。好，小宪。什么什么？我小豪，我是小宪啊。嗯。哦哦 ，OK。那因为他是那个小字嘛。啊、哦，对啊，对对对。小豪，小豪队。跟小宪队、哎、好，那第一回合小豪先派咯。好，小豪要派的这一个呢，你看他很可爱，好像没什么杀伤力，但是他有一个绝招，一做到碰嘴耶、嗯、一来碰嘴就你没戏嘛，爆掉没有。我们掌声来欢迎铁力龟杨东林。好，阿小来我这边。哎，你那个刚刚比你强，但是我找他的是港乡的，港乡的他的外形是高嘴高嘴啊，啊，很嫩嫩嫩的感觉。 QQ UK 系列的 PP 吴、哎、美玲，欢迎欢迎。杨东林，我为中华得回来，今仔日真欢喜来到这回娘家，但是我有淡薄仔感冒，若是唱了较歹听，请大家多多包涵。啊！若是唱了好听，请大家给我淡薄仔鼓励，多谢。哎，听有啊吼，有哦，知影淡薄仔鼓励哦，吼。啊啊，换你。大家好，我是 Vivian 吴美玲。嘛是中华来，嘿，嘛赶快中华。东林啊，啊，你今日要唱什么歌？小白的海花。哦哦，为什么要听这块歌呢？因为细汉的时候，就常常听阿妈唱这首歌，啊，阿妈嘛足介意的，所以我要唱给伊听。哦，啊，这首歌你准备多久？三天。来走好了，三天这是唱啥？对哦，我唱三十年嘛，唱不出来。你人三天就一块歌。哎呀，不过东林哥哥给你提醒一下，今天你无通告费，你知不？知。你未使凊彩唱唱的呢。知。你敢知今天你的钱是为这人款来？你知不知？你敢有啥物方式？嗯啊。装可爱啊！未使，先都是用女的，用女的哦，用女的哦，伊想想好势哦，先装可爱哦。你是讲哈，今日来了，可能都要有一种心态哦。今天都是街头艺人哦，对，对不对？真的哦。对啊，阿美玲呢？今天我这个歌曲对我挑战非常非常的大，因为咱要集资特别 special 的嘛。嘿，因为我为细汉到今嘛。最不擅长的就是舞蹈。嗯，这个为了这一次的特辑，我连个卡拢乌青啊！哎、欸，真假嘞？卡拢乌青啊！就是讲卡达夫不色，原来乌青，叫乌青。拼了拼了拼了哈！唱什么歌？袂使讲啊！啊，所以是等于是神秘的族群。那美人姐，你看张一哦，他真的说他是很不擅长的是跳舞嘛、嗯？这是实话，真的、哦。因为那个有史以来呢，我们的舞蹈老师从来没有主动帮学生加课的，只有我们美玲而已。哦，尬美 A 啦，是尬美老师，起码你心情我拜，真假？以前一个老师讲。广告打出去，宣传打出去，说这个是他教的，怎么办？对啊，所以加课。哎、欸，有没有？好，但是表示说他很努力的，很努力，对不对？为了就是即使呢，即使不擅长，也是努力去完成，好不好？好，这是精神可嘉。哎呀，好，打悲情牌啦，哈，等一下也是有帮助这个。哎、好，所以秀北的海王阿基德比赛够，神秘的族群。OK， 好，欢迎两位。